这各个不同团体，那我们来声援，其实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我们的各种阶层的、各种年龄的、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来关心核能对我们生活的影响，然后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，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我们的生活。在日本已经发生了核灾了，那我们的所有的核电的状况都比日本还要差，那我们等于是跟日本这个难兄难弟哦，同样进到一个餐厅，那会地震的餐厅，那隔壁的那个日本人他已经倒下去中毒倒了，可是我们的台电还要告诉我们台湾的核电是比日本安全十倍哦，那我想绝对没有这回事哦。因为未来的降灾核能下去的话，孩子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好好的安心居住。